睡吗？闹钟变他了。可以，好，介绍一下，我是古今想必勋章。我们今年的四月份发展出了所谓的 M8P， 就是多声道全景声的概念。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尽可能的普及化，所以呢，我们紧接着在八月份就发展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机器，一个是我们的 I8P， 对，一样是八声道的全景声数位全集，价格只有29,800。OK， 好，一样它可以直接面对电脑，然后做成全景声的音乐播放。另外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把这个概念也发展到了车上，它的名字叫另外一个品牌叫 TT Sound。然后呢，基本上来讲，在车上只要配合手机的运作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它一样是可以达到全景声的音响效果。而目前来讲，目前全景声的音响效果大概以车子来讲，就只有宾士的三个车种才有。